大家好，我小钢炮，今天上我朋友家玩一下啊。听说他养了一条神犬啊，去看一下，看到底那个有多神啊。到家门口了，小钢炮，这条狗啊。这边牧嘛，是吧？有多神？以为有多神啊？买了个笼子啊。哦，要不然到处跑了。我看这乡下还养，还搞这个干什么？不当土狗一样养啊？那没有啊，那要搞个笼子，不然它到处跑。不定使唤啊。这笼子哪里买的？子家。我把我那条小狗也去买个笼子啊。可以的，买个大笼子了。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玩一下了，听说你搞了一条狗了，这个狗是啊。应该这都好大了了。没有啊，这才六个月。六个月？对。多少钱买的？人送我的。啊？人送给我的。人送的这么好？嗯。那我也想要别人送一条的，帮我搞一条了。他生了啊，他都生了，我就给你去搞一条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公狗还是母狗？你看一下吧。看个屁啊！你掰开看一下吧。这狗好温柔的啊。这么长的毛在箱里面应该感觉不太合适啊，到时候搞得脏死了，脏的，容易脏的啊。没办法了，是好看的。是吧？搞个盆子，哎，这结屎结尿了。结屎结尿，难道你说这狗这应该叫它上厕所呀？那一开始它不会的呢。啥臭？还不太听话呀？那狗怎么老喜欢夹这个尾巴？边牧它尾巴都是垂下去的，跟狼一样的。都喜欢夹着是吧？它一般是不会翘尾巴的。那、看到它进去了。我进了东西。脚能踩下去。垫一个那个皮。过来，去看看，你的脚舒不舒服？我怕要抱进去啊！我估计他不舒服，被关到笼那个笼子里面的还舒服。把你关到笼子，你看你舒服。那没办法呀，这为了它好了。这乡里面土狗多，等下打架去了怎么办？又有别人专门抓狗的，吃狗肉的那些人。那是啊。豆豆，捡过来。呼噜噜噜。他们过来。还不听话、他们说。
那边牧好像是最聪明的狗。嗯，那它就聪明过头了嘞。捡过来。你要它捡过来，它就不捡过来。你看、啊。捡过来。你要捡过来就不捡过来。你没有零食、啊。要有零食，没零食它不过来，它不捡过来。看来对什么狗都是一样的了。不管宠物管土狗都。这土狗的叫法。土狗的叫法还灵一点啊。对呀、啊。你扔高一点了。哥，你看这不肯接，握手，好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来，要睡了，应该睡了，别走，要睡了，嗯，来，睡了很久，不肯玩，要睡觉了，应该还不太熟。这几天太累了，晚上都没睡。刚来一个陌生的环境，都不肯睡的，都很警惕的。嗯，还蛮喜欢小孩子的。那给我握个手了。握手，握手。嗯。喜欢小孩子啊，嗯。哎，算了，不打扰他，让他休息一下。嗯，也等他精神好了再玩嘛。嗯，等他，熟悉一下，等他训练一下，我们带他到他这边来玩啊。现在都还不听话。好了，下次等他训好了再给大家表演一下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哎，那边一个羊呢，还能去牧羊呢。